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
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Thank you.
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